华为 P20L 真机背部谍照曝光，尺寸小巧和单手操作。近日，网上新曝光了一张华为 P20L 的真机背面谍照，图片显示该机采用了竖排双摄像头，华为 logo 也被竖排的放置着，位于机身的左下角。从曝光的图片来看，P20L 的尺寸相当小巧和单手操作。此前有消息称 P20L 搭载的是一块 5.6 英寸的刘海屏。根据此前爆料，华为将在4月27日发布 P 系列在内的所有机型。华为将在4月27日发布 P 系列的旗舰机型，预计包括华为 P20、P20L 以及 P20 Pro 三款新机，其中编号为 ANE-AL10 ANE-TL10 的华为 P20L 已经在工信部入网。据悉，华为 P20L 将搭载海思麒麟8核处理器，后置摄像头为1600万像素加200万像素，前置摄像头采用2400万像素 4GB 内存加 64GB 存储空间，2900毫安时电池，运行基于 Android 8.0 的 EMUI 8.0 系统。售价方面， P20L 约为369欧元， P20 约为670欧元， P20 Pro 约为899欧元，